去一个充满珍宝嘅女诗人啦，会再去朱古力嘅博物馆嘅。好好啦，咁就係專做佢哋自己自制嘅曲奇餅。嚟到第二日啦，咁我哋咧首先会去一个充满珍宝嘅缪斯人啦，之后亦都会再去朱古力嘅博物馆嘅，就是这样。呢家咧我哋去紧 Guinness 嘅 Verba， 咁根据维基咧，咁中文叫做六穷珍宝馆啦，咁佢系欧洲最大嘅珍宝馆嚟嘅。咁我哋啱啱咧只系入咗佢最出边嗰个门嘅啫。咁呢个馆咧，其实系唔需要好识得历史啊或者艺术咧，都会觉得很好睇嘅。因为咧里边展示咗好多好精细嘅雕刻啦。咁我印象最深刻嘅咧，佢喺樱桃核上边咧用人手雕刻嘅人像，咁系非常之精细啦，要用放大镜先睇得到嘅。咁另外咧，如果你对水晶啊、能量石嗰啲有兴趣咧，咁你都会喺里边见到熟悉嘅嘢嘅。咁因為佢有好多藝術品咧，都係用天然嘅石去造成噶啦。咁例如佢用白水晶啦、opal glass 啦、瑪瑙等等嘅。咁另外咧都有用到珍珠母啦、象牙啦、木啦、青銅製成嘅藝術品嘅。咁喺我哋眼前嘅咧就係 Dresden 王宮啦。咁佢喺公元1200年咧已經建成噶啦。咁曾經擴建啦。咁但係之後咧又大火。咁最後咧喺1723年嘅時候咧由奧古斯特二世咧重建嘅。咁呢個珍寶館咧係王宮嘅其中一個部分嚟嘅。咁所以咧喺呢個珍寶館咧成日都會見到 August II Elector of Saxony。咁中文咧係奧古斯特二世啦，薩克森選侯。咁呢個嘅名銜咧，即係意思佢係有權選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嘅。咁但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，呢個皇宮咧都遭到破壞啦。咁但係好幸運地咧，好多珍寶咧都完好咁保存落嚟。咁之後咧，就重建啦。咁去到2006年嘅時候咧，就開放俾公眾參觀嘅。咁呢度咧係珍寶館個門牌啦。咁又係另外一個門啦，但係都仲未入場嘅。咁講翻珍寶館裏面啦，咁佢裏面咧都有唔少東方色彩嘅藝術品嘅，包括印度風嘅藝術品啦。
咁另外咧，我都發現咗一啲有關於中國嘅藝術品嘅。咁例如咧，當時佢哋根據旅遊書咧，就做咗個中國萬邦來朝景象嘅珍品嘅。咁我都見到有一個咧係嚟自明朝嘅容器啦。咁另外咧，里边仲有一啲嘅宝石嘅，咁就有红色啊、绿色啊、蓝色嘅宝石嘅。咁但系近期咧，呢度有一单好大嘅新闻啦，就系2019年咧，呢度有珍宝啦、钻石啦被偷嘅。咁依家咧都系未揾得翻咯。咁呢度咧系手表墙嚟嘅啫。咁入墙前咧，佢里边系有 locker 啦，俾你锁起你嘅随身物品啦、背囊啦等等嘅。咁亦都有挂大褛嘅地方噶。咁即系话咧，入墙咧系唔可以带任何嘅袋啦，同埋褛咧都一定要除嘅。咁可能始终里边嘅嘢系太有价值啦，咁保安咧都需要做足嘅。咁建议大家咧都戴颈巾啦，同埋着多件底衫，因为咧行得耐咧系会有啲冻嘅。大家见到呢度咧有14欧罗啦，同埋24.5欧罗嘅飞嘅，咁建议大家买贵啲嗰只啦，因为真系会睇多好多嘢嘅。咁同埋嗰度嘅展馆咧系有声音介绍啦，有多种语言嘅选择嘅，咁包括普通话啦、英文啦、日文啦、韩文、德文等等嘅。咁另外咧，佢亦都包埋呢一个楼上嘅欧洲古代武器展览嘅，咁嗰度有1:1嘅人像啦，系非常之好睇。So, bitte schön, lass dich schmecken. Jo, danke. Dankeschön. Schokolade. Ja, Schokolade.朱古力博物館咧，主要係講佢哋個歷史啊嗰啲嘢，可能會比較沉悶同埋好細咯，見到出邊，所以我哋就決定唔去啦。咁我哋依家咧就去一個冬天嘅市集，雖然依家係唔係聖誕市集啦，但係佢有個冬Winter Market， 咁我哋依家咧就想去睇一睇。原來咧佢嗰個 Winter Market 咧係同聖誕節嘅時候咧嗰個玩啦。Mark 咧係同一個地方嚟嘅，咁啊好容易認咯。就是吃東西的地方啦，不過暖爐啊，好熱嘅啦，係，真係熱，我都差不多。咁啊，後邊有個 Kicks 嘅鋪頭啦，咁就係
專做佢哋自己自制嘅曲奇餅，咁係飛，話依家有車經過，喺咁窄嘅街度有車經過。咁咧，佢哋自制嘅曲奇啦，咁依家等緊我老公啊屋企人去買啦，係非常之出名嘅依度。咁大家可以嚟試一試啊！咁有好多唔同嘅味，因為我上次咧聖誕節嚟嘅時候已經買咗，我今次就唔再買，因為首先我哋已經喺朱古力妙思林嗰度咧買咗好多嘢，咁我哋就依家等一等啦。